有这么凶吗？坏塔、啊。但是海宁四分钟，小瑶直接变身抓掉了。我觉得是总会有点失误，因为你自己的瞬移还没上。但是球龙直接包海瑞能够走掉没有问题，幻象想转直接被断掉，伤害不太够。哇，这个没这人感觉没拼。对，哇，主要是自己。那这一杀连对到这小手都没陷进。哇，这边单杀，你说叫出来能够走掉吗？我也跟着挑起来，但自己这个包已经第二次了。对对对，这瞬移没办法缴出去哦。哇，这边。但这一天感觉有点过得太爽了，是大卫球郎没有把关到这个力量，五 K 的体力差距，九分钟，还很爽，只要高地没掉了，他还有机会。但以青年的打法，他不会让你撑那么久，是的。哦，这边哦大起来，让斩牙直接上天，成功把对方哇小妖直接瞬移往前抓，哇，直接抓掉对方的双吸位了。哇，他瞬移到，瞬移到这边，他就对，在死前还想要，他如果瞬移到，哇，你小手里面是快半力炮两格，直接让你哇，小瑶直接往前抓，又是一个瞬移，银霜这边开起来，躲避了好心 A 的追击，